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有一个说法，鬼魂就是脑电波的残留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脑波仪的那段影片？我买了一个脑波仪，测试了我一整天的脑波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突发奇想，说要用脑波仪去探险一些有灵体的雕像带，甚至是在七筒被上身的时候带上脑波仪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结果。所以我找到了七筒佑佑，他呢是透过之前有一部我带金童 Sabrina 去探险的时候，他推荐给我的。非常的尊敬他们两位，我觉得他们很多观念都非常正确。比如说像他自身为公主，就会劝信徒们不要迷信。不多说，我直接带你们看一下影片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后。我今天来到的地方呢是三重的慈宜宫，今天请到这位的机身佑佑。大家好，我是佑佑，我是三重慈宜宫的公主。他们在看你啊，来看我。对啊，他们在拍你啊。妈祖答应说他们可以来拍摄，所以他们就来。啊，妈祖说好去啊。不能拍太太丑，完蛋。你那留电话给我，让我打给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换房子，你不要住在这里啦，住在这里不好。一个没有人，第二个没有人脉，第三个你会有遇到瓶颈，你开始感觉不顺，这时候就慢慢起。你这样要算的话，要到明年八月之后才会比较多。我说的是国历，我看一张图给你吧。哎，有。七彩七彩。换相机有没有帮我拍好看一点？有有，拍好看。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那不知道。是谁？右边那个。是吗？不是。那个最帅。做事情的时候，不管是做哪一份工作。调理性，什么叫调理性？就是你要一个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慢慢来，不要这件事情还没做完就要先停下来做。你是靠感觉做事的，但是你要理性的做事，这样你做事你才有条理，不然你很多事情难难做，问你就会不知道你是谁是谁。他们在做一个记录，跑一些不干净，哦，会欠。那如果他们两个比起来，他更严重。来，不是来，你听我讲完，看一下他的脸跟他的脸谁比较白。对啊，你们如果要去拍那种东西，我是不行，就是要保持三个月，保持三个月就不会去找了。不要搓手，你很紧张。对，因为你口罩可以戴起来了。触犯到什么禁忌？没有禁忌，这边没有禁忌。你可以骂脏话，但我不会说什么。我只是把门关起来，不让你出去。那你自己看完之后，你有不舒服吗？我觉得好像一开始这都没什么感觉，去那种地方废墟什么的，越到越后来好像感觉突然很想睡觉或者之类的。要拍啊，不是不行啊，但是外面聚集的就是一些很多无形的众生，突然间他们应该更安全。那也蛮。之前去一个山洞吧，那个山洞里面单独的那个，应该就是日本的。唯一的就是在讲话的时候，不要去触犯到那些众生。明年的农历四月之前，
不要去海上，你要往山，你要往平地可以，但是不要往海上。有什么想知道的？我昨天跟那个佑佑，你的精神的有聊到，就是说开两个东西嘛，一个是介绍佑佑的精神啊，另外一个是想要在雕像上面脑波仪测测看数据这样子。脑波仪，科学传闻说身体或神明之类的，就是脑电波的存在这样子。我是觉得不要，你自己不要。哦，好。对，因为我们太只是拿那个东西去测试灵体，也是没话说。其实就是我们真的是神明的反思，跟无形的那就是不一样的。好好的，好 OK， 我可以给你很多保平安的东西，一定是非得在紧急状况的时候拿出来使用，想吐啊，不舒服，是有人疑似被上身啊，那时候才可以拿出来，不能拿出来当实验，不，我晚上就当了，我只要有不舒服的时候再用，那个是你的急救刀，你要几张啊？你就这块先给我三张好了，出来全部清出来，好四张，真的是不贪心啊。好像我是故意考你，看你会讲几张，我以为他会讲说，给我20张。对。现在往上烧，尽量是整张都烧透。对，现在就可以。好，喝三口。三口就好了，真的三口。小口三口，不是叫全部喝完三口。因为你好像是傻身体。对。你今天真的赚到我都没有。因为大家对于医生这种行业这种神秘感，首先想帮大家问一下，你会走上这一行，做这一行是不是要什么条件才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人？也不能说它是一个行业，对我来讲，它是一个天命跟一个任务跟职责。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会有带自己的责任跟他的使命。在我妈肚子里面出生之前是女生，但是因为以前的男尊女卑的关系，我们家长辈就去跟妈祖许愿，哇，这一胎要是男生，妈祖就好，就答应我的长辈，但是有交换条件，就是他要来为我。这么神奇啊！完全没有找到生殖器官。很好奇一个问题，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蛮好奇的。有一些鸡头，它会伤害自己，然后会流很多血，就也想要问一下说，他们那样会痛吗？是没有意思吗？是没有的，没有意思，而且不会痛。事后也醒来之后也无感吗？对，其实有很多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就是说，为了展神威，表示他们是刀枪不入，是真的神明附体。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叫做鸡身的血，就是神明下来，然后操自己。那些血都可以拿来再做开符，再做灵龙。那些血我们称为血符，那血符是比所有的符咒还要高一点。但各功各法啊，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跟我一样，因为毕竟在这个宗教里面，它没有一本，我举例来说，像圣经那样的一个律法章。去到不同的宫混出来的，他们的解答可能都会是不太一样。没错，然后跟大家讲的吗？我觉得善念很重要吧。我都会跟大家讲说，平常如果不做亏心事，你就不怕被鬼追。你平常只要心存善念帮助人的心，就不会有什么样太大的问题。再来就是不要太迷信。因为很好奇，为什么一个公主会讲这件事情？好奇怪。很多人都会下一餐要吃什么，或者是我怎么样去抉择工作未来的工作这件事情来问事。工作是你自己要做，不是神明来帮你决定。难道神明帮你决定的事情，那你就真的会去照做吗？那你做的不开心，那神明为什么要帮你决定？不要把自己的人生交给别人来帮你做处理，你应该要先自己想，带着答案来问。对，这就是今天对这个真从慈济宫的公主佑佑的访问。大家如果对他还有任何的好奇的话，可以去 follow 佑佑的 IG 跟 FB， 然后还有这个慈济宫的粉专。对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到这边找他们。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帮人家办事？礼拜三晚上9点。礼拜三晚上9点。对，会有很多信徒来这里问事。但是我不收钱哦。那今天就谢谢佑佑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可以帮我订阅，非常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网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戴上去有这些数据，就代表说一直在跑，就代表说这是我的脑袋传出来的波形，这样子是有一个科学说法说，可能鬼魂啊什么的死后，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了某种脑电波。那如果在那种有灵体的物件上面，这个会测到脑电波，又测到就超神奇。鬼魂这件事情，它只是一个磁场的频率。
举例来说，我们平常都说为什么晚上不能睡口哨，口哨声的频率它是比较属于高音频，呼吸走声的频率也是比较属于高频，它并不是透过你脑波放电出来的，是频率是频率，脑波是脑波，照理说是测不到的，应该是会测不到。像国外有一些 NHF 还是什么机仪器，他们是叫做有声的捕捉，它那个就是用磁场呼吸走声来，可能是过程当中那个灯就会亮，或者是那仪器就会叫。K 的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造者打造全新平台。想多了解 K 的话，就下载 Hami Video APP 进入 K 的网红馆吧。